这边有那个悠游的鱼啊，就比如说这些小鱼啊，这个一个人守了承诺之后，他其实他就是自在的，就像那个鱼在水里面那么悠游自在，所以有很多水草啊，很多鱼啊，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亲自烧的，烧的陶瓷。位于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公园里，伫立着一件大型互动公共艺术作品《承诺》，提醒民众一诺千金的重要性。这可是出自于艺术创作者李国家之手。李国家从学生时期就展现艺术方面的天分，而后不论是绘画、陶瓷、家具设计，乃至于魔术，皆样样精通。而他那不可思议的人生旅程，正如同魔术，充满戏剧性的变化。您好，我是李金玉，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他是来自于一个淳朴的小镇金瓜石，他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作品，却是来自于峰回路转的生命经验所萃取出来的。让我们欢迎李国家。您好，国家姐。您好，金玉。听说你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但是里面有着艺术家的一些叛逆，还有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精神，对不对？我上课的时候常常不专心听讲了，虽然功课也不烂，但是呢，我的脑筋常常飞出去画画去了，听鸟叫啊啊，那个鸟语花香，通通在我的耳朵里面。所以你从小就展现画画的天分了吗？四年级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接触水彩，我就看墙上我妈妈的画挂了那么久啊，画了一幅静物，然后还有一个画的是奥黛丽赫本，那个时候觉得好漂亮。有一天啊，爸爸妈妈上班了，我就到柜子里面去偷翻，哎，这个好像是那个画水彩的颜料等等，我就自己调啊，自己什么拿一个那个月历的那个背后，哦，我就开始照那个画，画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画得很像，很好吧，我就把它偷偷换过来，就爬上去把那个框框里面拿出来换过去，就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发现。自学啊。我没有学过。你后来开了第一次画展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而且又是一炮而红，小小轰动一时。那时候有三台电视台嘛，对，台视、中视、华视，那三台都新闻报道，甚至有一位画家，老画家，到学校来找我，他就告诉我说，求求你，几乎是求求我，他说你千万不要放弃画笔，你只要这一辈子你画笔拿着，你就是我们台湾的毕卡索。但这个画展之后，你为什么没有成为台湾的女性毕卡索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些画家看那次的画展这么成功，然后他们觉得一个那么年轻的，还是学生，还是女生，还是理工科的女生开画展，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呢就筹划一个叫做毕业巡回展，就让我北中南啊，就是做巡回展。然后那刻开始我就画不出来了，因为我一想到我这回画的要给人家看的，我就画不出来了。所以它不是因为你某个感动然后你觉得要把它抒发出来，而是你觉得好像有一个目的反而限制了你的创作的精神。对就是完全我没有办法为着别的目的而画画。其实你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你其实展开了，因为其实爱情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那段恋情却是十分的刻骨铭心，而且影响你后来非常非常多，对不对？在订婚之前吧，就发现他的癌症末期，可是那个年代是大家不舍得让当事者知道他有癌症，所以一面骗着他，一面哄着他，然后一面还是他的妈妈让他的寡母啊，还是让他去上班。所以呢，我就假借着说，哎，我对陶瓷有兴趣，所以我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陶瓷工厂去，
在那边假装学这个学陶瓷啊、拉胚啊什么的，当然也有学到了，但是事实上是借这个名义就多一点陪伴他的时间。那当然后来没有多久他就住院了，总共有9个月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你有在跟死神拔河吗？那个时候想尽办法想要把他挽回生命吗？父母亲并不同意我这样做，嗯，所以我离家出走，跑到外面租了一个小阁楼，然后每天跑到医院里面去看他。但是就有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就不要爸爸妈妈找得到我，对不对？我就写书啊，翻译书，然后翻译电视里面的那个 subtitle 那个字幕。然后另外呢，我教外国人中文，教中国人英文，家教。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时间自由嘛，而且我可以就是在那个病房外面的走廊啊，台大医院，然后9点10点就里面病房灯关掉了，只剩下那个走廊的那个小小的灯，我就靠着那个灯在那边写稿子。所以其实你很努力的在工作，然后在陪着他，其实就是希望是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战斗，好像是可以把这个生命给延续，但后来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结果？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难过，因为我整个人就 focus 在怎么样能够救他。对，当他一旦走了的时候，发现好像一切都没了，因为你的目的不见了，你的希望也不见了。那我不知道下一个目的会是什么，所以我以为我失去一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这水龙头是水的地方啊。那按时候结果子，那果子呢就可以吃咯。来到李国家的家中，处处可见巧思与创意。从小自称为听话机的他，长大后变得自由奔放，勇于尝试创新，运用各种媒材组合成他独有的创作，流露出艺术家感性与细腻的特质。我们家在山上，在金瓜石，然后姐姐就会带我到山坡上，坐在那个石阶上，然后看着海啊，然后就坐在那里望着那个山谷上的那个里面的那种日式的房子，教我唱许许多多歌，全部都教完了之后，他还把他的校歌也教我唱，所以我到现在还会唱他的校歌。我们就是非常亲密的姐妹。从他家里的布置哈，从他有时候我跟他这边聊天的，看得出来，他对一下天上一个浮云过去了，他说这个好美啊，怎么样的？我说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个云嘛。他说这就是不一样，他的感性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可以一下子联想到很多。对万事万物他非常的敏感，但是因为他对艺术的完全的执着，他对很多事情啊他也看不见啊，所以他的生命历史中有那么多我们听起来好像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发生啊，那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他的身上。我想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嘛哈，他对钱呢、对于这些他都不在意哈，他只是很兴奋的在发表他的创作意念。从男友得了病，然后照顾，然后到离世，其实这样的一段过程对国家姐来讲好像，你看原本要步入红毯，然后得知一个噩耗，但是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尽力的去付出。可是到后来连目标都没有的时候，我想那是陷入一个极大的悲伤跟一个无助和失望的状态里面。你后来也交了新的男朋友，是可以慢慢去淡忘掉前面这段感情吗？其实那时候有四个机会吧。三位是这个年轻的好好的年轻人，但是有一位是外国人。
我就想，如果别人是一个好好的这个台湾男孩子，他们会被我害到。嗯，你会觉得如果把它拿来当垫背的，其实是对不起他，所以不如放了他，是不是？对。那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好吧，那就，选一个新的生活，让我能够忘记我前面的男朋友，就非常不同的典型的，可以不用去记起那样的一个过去。嗯，我以为那样子可以，救我自己。结果呢？你们刚结婚，感觉婚姻生活美满吗？听起来还可以啊，就蛮好，因为也是一个新鲜，然后我也非常刻意的想要，做一个好的妻子。我到美国之后，就告诉我先生，就说我赚的钱统统交给他，美金嘛，就给他管就好了。那尤其是他心脏病发了之后，他是不能工作了。当然他的公司就不要他了嘛。在家里之后呢，我想一个男人如果是没有了事业，他会自卑吧，他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想，我认为我很聪明的，我想，那好，我赚钱 ，OK， 我赚钱养家，那你呢？就管钱，然后你就花钱。我有一天就找了我的会计师来，我说你帮我算一算，我到底有多少财产，多少数字我是忘了。他说，这你过三辈子都会剩下的钱，你拥有这么多了，我都还没算完呢。想，哦，太好了。那我还那么努力干嘛呀？我可以休息了。对呀，那我可以去玩了吗？对嘛，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三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过瘾了，我就开始，做我的理想的工作了，我太高兴了。所以呢，事实上我计划了4个月的时间，就慢慢的把公司给收掉了。听起来这样的生活好像是在美梦里面一样，可是为什么跟先生的感情却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疏离？因为在我做事业的这个阶段里面，两个孩子是跟着爸爸的，是他们不是要一起管钱一起花钱吗？所以他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没有我在内。所以常常他们三个人偷偷跑去大吃冰淇淋啊，去干什么。我做了一桌的菜，中国菜咯，大家来吃，这个说 I'm not hungry 那个说我没有胃口，怎么，然后呢，我收完了，不小心叮，三个人溜出去，大吃一顿。所以我发现我怎么跟他们变成两国了，所以渐渐的真的是变成两国人一样。所以他们三个一起开心，然后看到我就开始皱眉头了，好像妈妈又要挑什么毛病。变成这样了。所以我渐渐的变成都躲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我有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什么都有，就在那边，在好像养伤。我一面想家，一面伤心，我怎么奋斗到现在，我想要顾的家为什么变到这个样子，我很伤心。那我也觉得，越来越觉得我好像是他们的佣人，像是长工一样。真正让你跟先生撕破脸是车祸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是怎么发现的？接着我就先后发生过4次的车祸。那想到的车祸我手就开始发凉。一个车祸发生的时候，第一次我车转出去只是踩一点点的刹车要转弯，竟然就冲下那个山谷一样的，然后冲到对面去。那对面有一个银行 Regions Bank， 我在那个 parking lot 那个车子就自己在里面转，然后竟然就是离那个银行的玻璃门大概只有1公尺不到的距离吧，停下来，我毫发无伤，然后在里面发抖。我回去跟我先生说，我就记得他的反应。那时候他是斜靠在床上啊，看着电视，这样眼睛盯着电视。我就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怎么的，因为他是读机械的，
所以他懂得机械，所以我们车子保养都是他的事情啊，他会把车子开去保养这样。那我就跟他说发生什么事，他竟然眼睛连回过来看我都没有，就说哦，那你大概踩刹车踩到油门了吧，就这样。然后就过了过几天，我想他，我问他，他说修好了。我说发生有什么问题，他说哦，刹车怎么样啊，轮子又怎么样，说哦。第二次我又开出去，又是车祸，竟然在那个交通最繁忙的时候，那个黄灯闪黄灯，我把车停下来，竟然我的车是越过左边的那个安全岛，跳翻过去以后跑到对面车道的撞得过去。中间呢，如果有任何当初有任何一个闯黄灯的车过来，马上就快速的撞上去。那我在美国的朋友就提醒我说，你没有怀疑有人动手脚吗？说没有啊，怎么可能，那么老实的人。他们就教我怎么样测验，他说那你跟他换车开啊，试试看他愿不愿意。我问了，他说 no 啊，他不跟我换车开。我说为什么，他说哦，你不会开我的车。我怎么不会开那个车，我曾经开过一年多，所以都不是理由。所以我心里知道了，但是我也都没有讲，就不开车了吧。但是我非常非常的伤心。他说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他说我只有在赌桌上发现希望，因为我随时都可以死去，所以我没有希望。那在赌桌上面至少下注的那一刻他是有希望的。因为先生健康不佳，李国家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一肩担起全家生计，从经营餐厅到电脑公司，好不容易拼出一番成就，他总算得以亲手筑起自己的房子。我上班回来一看，哎，人在哪里啊？哦，在屋顶上，这边在修复屋顶，啊，他自己的里面还有工作室，啊，里面什么？那个就是 oven 啊，就是烧瓦的那种，烧瓦瓷瓦的那种，什么切割机啊，什么都有。他真的是一个强人，女强人。我小的时候会有那个 tea party 在那个榻榻米上面，就是我们从那个教堂回来啊什么的，都可能有那个时间去喝茶。那时候我很会喝茶，现在都没有。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这个过着一个很恬淡的这个田园生活，而不能没有在这中间有自己的才能的发挥，其实这种日子过一阵子是有趣，过久的话会觉得埋没，所以。我觉得，而且他缺乏一个心灵交流的对象，真正的心灵交流的对象，所以内心是很巨大的孤单。经历过很离奇的车祸，然后又生了一场很离奇的病。对，你的命好像是被不知道哪里捡回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在保护你的，要不然早就没了耶。四次的车祸，我已经知道上帝在帮助我。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病，我想那就真的完了。那时候其实是更伤心的是，居然我就得了个怪病，我一直发烧，全身痛。那结果在医院里面紧急的，然后做了所有的测验，一个礼拜7天的时间，从头查到脚，
他们各种仪器查不出来原因，但是所有的我的那个内脏的器官，消化器官尤其是，全部都坏了，我的那个肝脏指数就几乎是没有了，然后我的胰脏脾脏都肿大。为什么说他是怪病？因为查不出来。我就告诉我先生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在我死之前，请你让我死在台湾，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他答应我了，他答应我了。还在读书嘛，当然还在美国。我就告别他们，他把我送上飞机，我带着那个冰枕，因为一直在发烧。那个时候就上了飞机，就是四个位置打开了，我躺着躺回了台湾，坐着轮椅。然后一下了飞机，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有联络台湾的医生，有朋友帮我联络，然后把我一大叠的病历资料全部都送过台湾来，已经在研究了。然后一回台湾马上抽血啊检查啊什么通通继续做，跟美国答案是一样的，查不出来什么原因，但是细胞通通的坏死，那我肚子都肿起来了，这样。但是有意思的是，送我回家，我住在我妈妈家，竟然第二天哎，好像可以喝一点点东西啊，稀饭汁啊什么的，然后再来一天又好一点点，然后再进医院检查，哎，肝脏指数多了一点点，怎么竟然五天之内我全好了，几乎就正常，我病怎么会这样子奇妙的就好了？我在美国病了好像三个礼拜吧，因为后面的一个礼拜住院嘛，都要死了，怎么会好呢？我在祷告中间，我觉得上帝在告诉我，说你应该回到台湾，留在台湾。我就有这个很强的意念，就是我该留在台湾，这边才是我的该留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也嫌弃我，那边又那么不愉快。可是你后来却发现一个让你很震惊的事情，是事情不像你想的这样。那有一次他又糖尿病严重了住院，所以又那时候就是飞来飞去嘛，就飞回去要看顾他呀，啊，照顾孩子，因为他住院这样。就在家里我就发现，哎，银行的对账单来了，我就想有没有什么钱没有付或者什么，我就开了，啊，开一看，哎，奇怪，银行怎么剩这么点点钱？那个投资的时候，为什么钱都不见了呢？不是，哎，我就奇怪，但是后面付了一大叠的那个明细，怎么竟然从同一个地址啊拉钱，用信用卡拉钱，一天中间可以拉那么多钱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就问了，是一个 Indian Reservation， 就是印第安保留区，是为印第安人做生意，就是做赌博的生意，是赌场，是不是？对，赌场，所以才知道他是赌博。所以我拿的那一叠到医院去问他，他说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他说我只有在赌桌上发现希望，因为我随时都可以死去，所以我没有希望。那在赌桌上面，至少下注的那一刻，他是有希望的。我说，虽然这样子，如果赌博带给你快乐的话，也都值得。但是你输钱的时候不见得快乐呀，而且还有我跟孩子们，那我们将来怎么过呢？他说，我自己什么时候死我都不知道了，我还顾得了你们呀？就这一句话，我想我梦想的，我以为的那个感情都不在了。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我真的是伤透心。我说我要离婚，然后我说的清楚得很，就是我离婚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债不会落到我跟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他同意了，因为以前我曾经要求过要离婚，我知道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以前提过的时候他把枪拿出来了，但是他的枪是对着自己，嗯嗯嗯，对着自己，所以我那时候因为他枪拿出来对着他自己，我还以为因为他很爱我，很珍惜这个婚姻，所以他不愿意离婚，但是这一次的时候我想好像不是这样，嗯嗯嗯，但是我告诉他说他赌博把钱都输光光了，那为了债务的缘故我想需要离，他同意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在美国登记，所以那个离婚也是无效的。历经丈夫过世孩子不谅解后，让李国家一度想要结束愁苦的人生，幸好在信仰的帮助下让他重燃起人生希望，并渐渐修补和儿女间的关系，现在也成为儿子亲密的好伙伴。我煮菜的时间是对，如果跟我妈妈比的话有点差，因为我准备的时间很慢，我没有办法切那么快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会帮我煮东西，他每次都会问我一些问题啊什么的，我一直在想这个是有一点 personal 的东西不应该去问啊，你像如果我跟我的朋友去玩啊什么的，他会问去哪里玩啊，还有做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国家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呢， 就是随便怎么样他始终如一啊，继续做母亲，他不会因为挫折打击就退缩了，他不会的，他会继续做，就好像他做艺术家一样的，他也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做艺术家啊，他就是该怎么做他就继续做下去。你要去办离婚这件事情，却让你的儿女们是有一些反应的，因为他们其实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有来跟你说什么，或是有表现什么吗？因为他们印象当中的爸爸就是跟他们一起到处去露营去玩的那个，不是吗？对 对，我的孩子他们基本上他们心里的 hero 就是爸爸，他们知道爸爸赌博让他们整个生活费用都没有了吗？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照样过呀，还是继续花着，因为我在台湾做公共艺术什么，我钱还是赚了钱，继续寄给他们，我还是寄去啊，他们还是有的过，孩子并不知道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就后来这个先生就很快的隔年就过世了，对不对？所以他什么也没有留下，然后确实给孩子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他们的爸爸过世了。那个时候我想我有了一个新希望，第一个没有在后面再没有个大洞了吧，对，要我无底的一直堆之外呢，却不知道他还会做什么。那另外呢，孩子们我就比较可以掌握了嘛，爸爸不在了你们就得听妈妈的了，我要爱护你们了，我要帮你们安排什么。可是没有想到孩子们确实不一，所以女儿对你有很多的不谅解。这女儿很依爸爸的，跟我是非常唱反调，因为她的智商有160，是非常非常天才型的。她有自己的主张，她不要啊，我不要你的东西，我不要你的钱，我好像我是个别人。然后我儿子呢，是从小跟我最好的，就是我每次要保护他，因为姐姐太强势了，所以我要保护。但是我每次从美国离开的时候，哭得最厉害的是儿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段时间其实你也不好，对不对？我也不好，对，我也是因为孩子不谅解你，然后你又一无所有了。对，而且有我没有我，这世界好像缺了我一点都不少什么。那个时候虽然我外表还是就是走在外面还是有风的，好像
在艺术上面啊，或者我在大学教课或者什么都还像个样，但是我的心里是非常悲痛，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嗯嗯，那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我日子是怎么过的，过得乱七八糟。我几乎每天就坐在我租的个房子，因为那时候还觉得好像随时要回美国嘛，坐在那边，然后呢眼睛盯着对面的墙上有一个钟，那钟的秒针讲一圈一圈的走，我就日夜都不知道窗户外面白天晚上跟我无关，我就看着那个秒针，嗯嗯，一直的转，我就整个脑袋只有一件事情，就我要怎么死。吴小姐，你有一天，你人生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天，就是你要生还是要死，两道门其实好像都开了。对，你那天碰到了什么事情？是那天我就是决定要自杀了，我终于要很大的勇气，所以我那天决心了，我就带着绳子，我在租的房子的那个浴室里面就开始要做一件事情，就竟然这门口电铃一直响，人不但电铃响，门还有人这样砰砰砰这样子敲，奇怪，像不管他，可是不能不管他，他一直，那如果冲进去怎么办呢？所以我只好下来去开门，你看，哇，三个警察。那天我是觉得我非常非常丢脸，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楼下的管理员觉得怎么样，顾不了了，嗯，所以我就没有死成，就这样，我说哦没事啊，他就，就我想，连死都死不成，有这么失败的人吗？所以。那天刚好又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聚会啊，在那个中央党部的地下室，到那边坐下来反正也没力，啊，就看着台上，居然太讽刺了，那个台上的人说今天我要唱一首歌啊，叫做啊如果还有明天，荧幕上就打了那个字幕、啊，我看着看着眼泪再流下来，我已经流干了，以为，但是眼泪再流下来，但是我想差一点我就没有了明天，那又如何呢？明天又如何？我自己问自己。但是突然间我坐在那个位置这样坐着，就有一个光，很亮的光照在我的身上，而且我知道只有照在我身上，而且在同时我觉得我的脚开始暖上来，那是一个十月天，记得很清楚，凉凉的，可是我的脚开始暖上来，一直暖到我的脸，我这整个脸就热起来，然后我已经不晓得多久的时间我没有笑过，没有真的笑过，竟然不自觉的想要笑起来，然后突然间很满足的感觉，很安慰，很有安全感，然后觉得很舒服，一个新的希望进来的感觉，我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还有明天，我该还有明天吧。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非常清楚的，他说我要用你，他说我要用你，还有第二句话，他说我要用特殊的方式用你，主啊，你要用我，用特殊的方式用我。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一直在人间中间打转，我都不知道你在看我，那我怎么那么傻呀？你看过我那么多次，我走过死荫的幽谷这么多次，你救了我，我居然还没有发现，我就一个惭愧进来之外，但是。整个就变了，那是一个忘不掉的经验，那真是很满足，很满足。后来跟孩子的关系也有一些修复哦。我听说你跟儿子有道歉，可能过去没有好好做好妈妈的责任，对不对？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就后来我想，
这件事情必须解决，所以我才告诉了儿子有一些事情的真相，没有说的那么明显。嗯，他说他只有讲了一个No wonder， 难怪啊，所以他就走了，回到他的房间。从此以后他的脸都变了，他不再那个好像常常有怒气，所以孩子不能被蒙在鼓里，因为孩子他们也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会不爱，为什么会分开。这件事情是打破以后再重建的一个意义。那另外事实上它也有一个福音的意义在里面。我在那个桌子上就刻着，我说我愿为你破碎，你可愿为我归来。走过无数的苦难后，李国家决意为福音全然付出。不论是公共艺术创作或是魔术表演，他以用不尽的热情和应允要被上帝所用的承诺，希望激励那些仍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在当年他设计这个公共艺术空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你看这边墙壁上很多的这些鱼跟饼都是他做的陶瓷啊。当时他是还没有烧的这个软陶瓷他就在那边，然后就我们就开放我们的这个空间，说欢迎任何人进来，你可以创作你自己的鱼。因为很多艺术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那他是很喜欢跟别人一起创作，所以当他把这些不同的作品统统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在背后。他不后悔，他说这个算是我的一个经历，然后就是说我的经历假如说能够将来有一天让世人知道，也可以给一些后代学。所以他一路路走去，说几乎说所有的这个该碰到的他都碰到了，丧夫之痛然后这个在事业上有时候遭到很多这个挫折好像现在他常常去参加什么公共艺术的比鉴人家说你一定要来，结果他变成每次都第三名，就变成这个陪板，有点错的。但是他对教会方面的，他完全是奉献，常常就是说跟着教会就自费，到澳洲啊，到缅甸啊，去宣教。在了解到了上帝要用就是国家级之后，其实你后来在台湾做了很多大型的公共艺术的作品，也真的是把你的这个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我想你的人生经历成熟度也都完全不一样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在台湾出了一本画册，其实这本画册也让你意想不到的大卖。就是我把金瓜石的旧观把它画出来，用诗把它写出来，有中英文的。那个时候只是想要记录下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大家那么注意。自己的作品其实备受好评，也备受注意。其中你比较难忘的作品是哪一个？因为刚回台湾，我就发现大家都埋怨说：“哎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怎么怎么都埋怨来埋怨去。”到底台湾少了什么？什么让台湾的社会乱？我想要追根究底，追的结果我发现是人开始不守信用，所以我就用这个信实这件事情，就是承诺这件事情为题然后做了这一件作品。那重点是我在里面设了一个橘色的鲜亮的橘色的陶瓷的一个袋子，那叫承诺之袋那有一天我就邀请所有的这个台北市民或者大家来到那个作品的前面，我把其他都完成了，就把那个橘色的袋子放在地上，跟大家解说之后呢，就当场由观众们把那个陶瓷的袋子打破，
砰砰就这样子打破。打破了以后呢，每个人带一片回家，那个橘色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承诺了，下个月此时他要送回来。哎，时间到了，这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在猜，有的人很悲观，说搞不好啊，通通变成黑色的，都没有人送回来。就没有送回来的，你就用黑色的去代。对对、就是，送回来的就是那个亮橘色，对不对？对对，送回来的我就按照，原来的地方贴回去。没有送回来的不是变空缺了吗？我就用黑色的陶瓷把它补上去，变成一个永远的污点。这个就是你的不承诺造成一个事情无法完美的这个结束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打破以后再重建的一个意义。那另外事实上它也有一个福音的意义在里面。我在那个桌子上就磕着说，我愿为你破碎，你可愿为我归来？这好像是这作品对着大家说的话。我都愿意为你破碎了，你愿不愿意为我回来？这句话好像是耶稣。对，这也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他那里去？相信他。哎，你真的是天马行空哎！后来你还跑去学魔术，然后不是在一般的这种魔术家去学的地方，你跑到欧洲去学，然后你还跑到台湾来把它变成一种教学。对对，事实上我在各个地方也都有学，然后自己练等等。那我找一些捷径能够让我很快的能够学会。你的背景真的好适合学魔术哦，因为几乎所有的魔术都可以用物理跟化学来解释出来，对不对？对，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很魔术。然后你还用这个来传福音。我用魔术一面表演一面讲述我的生命故事，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之外，那我另外我其他的创作也都把我真正我的生命是我的想法是通通住在我的投射在我的作品上。国家姐，你觉得上帝给你这么多特殊的才华，然后用特殊的方式在你蒙受这么多的苦难之后，是怎么样要你化成什么样的力量或是安慰去鼓励你身边那些需要的人呢？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神已经铺好了一条路让我走，让我去尝试各种的情况或者什么，那为的是现在我能够跟所有的人的分享。如果我没有吃过苦，我不会了解别人的痛苦，所以我能够用这些来劝勉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事实上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哪怕我是学理工那理工我用在陶瓷上，用在公共艺术上，用在材料上，我学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通通与我有益，而它真正的要用的是现在。如果最后你要跟观众说一些话的话，国家姐你会说些什么？我们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好的。我想人生事实上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苦难，或苦或乐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那但是呢，你必须要认罪悔改，你才能够知道他在你身上到底有怎么样的好的安排，才能够享受这一切。过去的我小时候人家叫我才女，做了事业大家叫我女强人，那些都不值得骄傲的。事实上那是最不值得骄傲的事情。真正人生的价值要搞清楚了，你的路才会走对。过去的我把重点放在事业上赚钱上面，其实就是目的放错了地方。定睛在神的身上，一切都没有冤枉的事情。所以你所获得的真的是出乎就是过于所求所想的。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很多兴趣，然后很多想法，只不过呢，我常常会觉得我是别人口中的多才多艺，却是吞多嚼不烂，然后什么都是皮毛一点而已。今天坐在我前面这个人，他却是样样精通，而且上帝让他在做第一次的时候通常就可以成功，而且是大名大方大放异彩。像呢这样的一个被放在光下面的人，做什么样都非常的成功，但是
为什么在他的人际关系当中却有这么多的破碎呢？人赚的全世界，然后又如何呢？他都已经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为什么结果还是这样呢？或许他始终不明白，到后来原来才发现，上帝要用他去抚平各种人各式各样的伤口，他必须先去了解自己或是周遭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软弱。而如今你看到在全台湾有很多的大型公共艺术来自他的手笔，仿佛也在昭告世人，人生活有很多的高山低谷的起伏，但是就像他刚刚所说的，如果真的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你会了解他依旧精彩，依旧值得。谢谢你，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李国家姊妹，我们称他李老师。哦，这李老师真的是有天分，有艺术的天分，从小喜欢绘画，有艺术天分，而且他也属于那种天才型的那种事业家，很会赚钱，很轻松的赚钱，但是他遇到的情感生活却是波折很多，相爱的人在短短的九个月就离开他了，在后面的日子他的婚姻也不是那么顺利，当有一天他自己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也就接受这个事实，可是最难接受的是孩子对他的不谅解，觉得跟他不亲。我想他自己尽了心，李国家老师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到后头他没办法生活来处理自己感情的生活的时候，怎么样的让自己的亲情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的时候，这个困难我想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有一些家庭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李国家老师他自己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的有限，尽管我们努力，尽管我们有天分，尽管但是有些事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但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义务能够控制自己把很多事做好。主，我们真的求你帮助在电视机前面有一些家庭，也许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让他们像李国家老师一样仰望主，依靠主，因为依靠主生命完全的改变。主，谢谢你，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这些家庭，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朋友，真的当我们自己一全都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失去了神，我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当我们自己紧紧地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不对的时候，我们又重新依靠神。今天我们的李国家老师他不只是如此，而且他是为主做宣教工作，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他也是一个努力为主做工的人，上帝赐福他，上帝也拯救你一家。